大家好，今天来到 Angela Chan 的 Facebook 的面子书前，今天我们将会做一个直播，为了揭晓那一天我们说送出去的十位幸运儿，猜对问题的朋友将会得到陈美儿亲笔签名的限量版《幸福密码》专辑。哎，等人数到了，我们才开始，好吗？哎，你请我的。手机，听到吗？后面，那个地方后面，不是我的手机。这个我也是可以 share 吗？哦，可以。怎样 share 我都不 share。share 去 personal 的位。那么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在面子书前的观众朋友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直播的话，可以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。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Annie Ng。很小声吗？听到吗？丽琪，你去帮我调那个声音。很小声。哎，我这边我那个 Instagram 那个可以 share 过去 Instagram 不能吗？好，那么现在人数已经是差不多了啦。哦，我们请美儿姐，跟我们打一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听到声音吗？听到吗？应该可以。会很小声吗？因为很久。声音听不到啊。那等一下，我去调一下。美儿姐的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儿。哦，人数多啊。OK。现在会好一点吗？美儿姐，你说几句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儿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听到吗？好，那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做直播的这个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送出陈美儿幸福密码的 CD。哦，因为他们讲有时候我的声音太小了，他听不到。Steven 声音太小了，是好一点吗？好了一点了，是。Hello，他讲好一点了，你们讲大声一点了。好，那么来，你们的 CD 就在这里。那现在，前几天嘛，你儿姐是吗？啊，是前几天嘛，我们就对着这个。因为那个，Jenny 讲要怎样拿到，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已经 post 过了，我跟李佩玲的一张合照，然后那时候我就问大家猜中了，我就把这个幸福密码我自己设计的这个 CD， 我就送十张出来，可是如果你们那天有达到的话，我们已经把因为太多人答中了，你们太聪明了，所以我就
抽了几十个出来，等一下我们会在现场再抽多十个出来，因为如果我们要把所有的名字都要丢出来，我们就有点多很多东西要忙，所以我们就把部分猜中的就抽几十个出来，然后再抽多十个出来，所以现在可能你们要猜的话要等下一轮哦，下一轮可能我会到时候我看我有还有什么东西要送出来的，如果你们就是很喜欢我关掉它先了，因为两个声音关掉它是因为如果你们真的还有兴趣的话，我会再做另一个 live 的 show， 然后我会再到时看有什么给你们猜的话，我又送些别的礼物给你们也是可以的。看看还有什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直播还会送出很多的东西的，所以你们要常常关注美儿姐的面子书。对 ，OK， 是因为我们手上在盘着好几个产品，我也希望跟他们拿那些免费的东西送给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所以我在盘着，如果有我会继续，我会做一些蛮多的 live 的，因为了我要宣传我的电影，所以我会到时候我会做蛮多场的 live 而且这些 live 我们尽量就谈一些 sponsor 出来，把一些产品礼物去送给大家，就回馈大家这么多年以来支持我陈美儿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报纸哦。就是这个新闻，因为前几天我就把这个新闻我跟李佩玲的合照就 po 上我的fan page 那边，然后就顺便玩一下，其实只是贪玩罢了，就叫大家猜猜我跟李佩玲演什么角色，可是哇，没有想到那个反应是非常好，而且太聪明了，你们。很多人猜中，为什么会这样聪明呢？你们可能你看到我们两个样子都是有一点不像华人，对吧？所以你们太多人猜中了，其实我太厉害了太聪明了，所以我知道你们都好厉害，所以都猜中我们，其实我们是演母女，所以为了要谢谢大家这么聪明，所以我就送出我十张的陈美儿幸福密码的这个唱片，因为这唱片呢是我在澳洲所有的照片都在澳洲苗登拍的，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很美的蝴蝶，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蝴蝶，我觉得蝴蝶很美，因为它很有 colorful， 而且它飞起来那个翅膀很优美，所以然后因为粉红色也是我喜欢的颜色。我打开，我会打开的。其实后面其实有一个 AC and love 的这个字哈，可能你们到时候我们寄给你的话，你会看到，其实这个是我的trademark 来的。AC 就是其实我是 Angela Chan and love 和我的爱，所以一个充满爱心的 CD。这个 CD 里面开始就是已经有另外一张照片了，然后我们打开。你们有收集了五首歌 ，1, 2, 3, 4, 5, 6， 那对，五首歌，这是音乐来的，然后有两首是音乐，然后你看啊，打开了，你会看到一个很美的在澳洲拍的一个很美的花园，然后里面呢我有送出三张的 postcard。因为在澳洲哈，因为我也很喜欢花，我也是非常喜欢花，因为我看到花我就很特别开心，特别心情会特别的轻松，因为我觉得花能够带给人家幸福的感觉。然后你看到这一张你看这一张因为它里面很多婆婆嘎乐很美的花，而且这花非常
很多满满的在那棵树那边，那时候当时我在澳洲拍的，对，然后这个有一点像牡丹花，中国有点好像我们过年的牡丹花，我那个是牡丹花，就有点香啊，有点香，很漂亮。这张照片其实我最喜欢，拍的我非常有女人味，你们觉得呢？如果你拿回去的时候研究一下，其实我最喜欢这张。我放近近靠近一点给大家看，看得到吗？OK， 我最喜欢的，因为那一张照片拍的我蛮有女人味。OK， 这个我那边还有一张，就是这一张呢，就是postcard， 让你可以写很多东西，写一些记忆这样咯。我可以写上我的祝福语，然后把它送给朋友，是吗？对，然后这个里面都收集了所有歌词都在里面，而且歌词里面也是还也有我的照片在里面。OK。都里面有一些也不同的照片也在里面，这一张也是在 postcard 里面没有的。那个地方整个花园哦，在苗本里面非常的美，因为它种了很多不同颜色不同的花，所以我去那边的特别开心。OK， 来我们打开那个 CD， 打开 CD。CD 就是美人姐最喜欢的粉红色。对，因为我最喜欢粉红色，我看到它我就开心。你看我今天也是穿整身都是粉红，特别多粉红跟白色我是最喜欢的。 OK， 那么美人姐，现在我们先来一个签名，在这一个第一份 CD 好不好？来，到时候我等一下我们就抽出第一张，这个是我已经签名了，等一下我抽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你的名字写下来，写在这边的话，然后我们就会留言给你，然后会寄过去给你。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之前你们在面子书上留言的朋友，这里都猜对的，都是猜对的，所以那个答案大家知道了哈。那陈美娥跟李佩玲即将一起合作演出的戏，在戏里陈美娥和李佩玲演的角色，答案是今天的报纸出来了，大家有没有买报纸啊？对，母女关系，所以猜对的朋友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先抽第一张吧。第一张，是吧，我们在那个中国报里面的也是有报道。这是中国报的新闻。OK， 那我们今天是抽出第一张吗？是，我们抽出第一个。你看，我们都有心思哦，把每一个，剪到这样美，然后那 message 也留，剪到有连样子也剪出来了。对，连照片都有了。剪的美，剪的美呀。Joanne May， 好，第一位幸运儿 Joanne May。 我写下来，写在我的唱片里面。等一下我们把这个 sticker 粘上去。没有，我要把我亲自签个名给他。OK， 好，看到吗？第一位写给他 Joanne。17年要把它连着签了，等一下。好。那么现在线上的观众朋友，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美儿姐的吗？哎，我的手机也可以看到呀。你的手机？一起我手机拿过来看，看你有什么东西可以。
不用紧，我这边第二边我们就看我的手机。哦，还是我的手机在你那边吗？哦，这里。还有很多。哎呦 ，Kelly 讲我也想要哦。太迟了，因为我们都已经开始了下一轮啊。下一轮如果我 before 我要做这个游戏之前，我就再让大家知道一下喽。今晚第一张，今晚。这是今晚呢，我们第一次和美儿姐一起在这样子游戏当中做直播，送出陈美儿的爱心密码，幸福密码。哦，还有一个叫限量版专辑。Penny，Penny，Penny 说什么？他讲下次可以分享我的保养心得。哇，这个也是，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体验。其实我是也是。所以扣椅要抽到你是吗？还有呢？还有谁呀？Kelly， 如果今天早上你今天留言了、Kelly 讲了今天留言可不可以？我们的名字有在里面吗？还有谁要？哎，找到英国。Chloe 的名字在这里。哇，你粗暴！没有，我弄散他。我是公平的。OK。下一个节目会更加精彩。有吗？真的有 Chloe 啊？有。Chloe 啊，那天给你化妆的那个。OK。OK。来，再来，我们就触摸一下。来，我们的解释公平的，说最开心就好了。好，来，他只要请你吃饭，可以了，我要去法生找你吃海鲜呢。你几时要带我去法生？他跟我讲要法生那边你。有那海鲜很好吃，在那个海边的哦，我要去哦。海边哦。哦，可是因为明天我明天我们要过去Johor了，所以礼拜天就在新加坡。明天我们去 JB， 后天我们就在新加坡。那我们看我们在新加坡或者是在Johor有没有时间，有时间的话就给大家直播一下。是咯，你要带我介绍一下有在巴生哪里。有好吃的海鲜又新鲜的，因为我们两个都蛮喜欢吃螃蟹。对，我们是很喜欢吃的。吃那些其实吃不胖的东西啦，其实要健康啦。九九 OK 啦，不是很敢，因为一夜就要开工拍戏了，所以也不敢吃的太多。吃两三只螃蟹可以了啦。啊，两三只，你吃了。我不敢哦。我们要抽出来第二个，在我们抽第二个之前，我们来享受一下。扣椅还在吗？看不到扣椅喂。你冲啊你！冲啊！看不到扣椅喂。不要提啦，那你等你请我吃海鲜的时候，我私底下偷偷送一张给你，吸引神雷啊。OK， 我们现在 Tommy Yap。这个是男的，是一个男的。这个是男的。你给我倒那个红酒给我。我们要签那个。我在帮大家，快点把它灌醉，以后等下就抽多一张出来嘛。
这一个笔啊，开始不是很多，还有另外一支，不是很够那个。Tony Yang， 哇，还有很多的。是哦，我很喜欢享受的，一起来享受一下。好了，是我们现在其实第二张抽到的是一位男的，他叫 Tommy Yap， 所以我们会Tommy Yap， 我们会联络你的 page， 然后我们会寄过去给你。要拿他的地址吗？没有，我们会有人会 DM 他们，跟我们联络的。是啊，来 Tommy Yap。那这个就加上，别做一支给我了，因为那个好有点大。我还是看到Kobe的名字，有看到哎，有。哇，出没出这样明显的，哇，Kobe你要请Annie来一次大侠了，他真的帮你帮到这样出面子了，真的。原来刚好找到。哎，你好，王那个叫王雄庆。王雄庆，你好。王雄你好。哎呦，可以，你的好朋友真的帮你帮出面了，邀请他吃，他吃螃蟹，他最喜欢吃螃蟹。是我们这个节目其实，大概会做到，因为刚才我们9点开始嘛，是吧？嗯。就是说让我把所有的 CD 送出去，还是要留在下一轮呢？还要留下一轮呢，要不然呢？我慢慢讲一下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这样怎么办？那你们觉得要送到完，还是要留下一次才送？全部人呢？现在已经是抽到第二位了，那我们现在要不要继续再抽第三位？现在我们王雄庆啊，我们抽到才第二位。其实还有八个还没有抽出来，所以你是时间刚刚好的。我们其实整个节目才刚刚开始不久，而且才也抽了两分罢了。